但是右边的阵容他是不是有点太各自为战了呀？这什么阵容啊，微波季疯掉了，得把他线上改、线上改的没压制力，他跟小兵站一起，小兵吃一个他就一个，分摊是吧？对，他就伤害分摊就行了，感觉也行，就是他打人不能连人带兵一起，哎呦这伤害，节约开大来吧，敲头了，敲谁？哎，一下没敲，等下一个月扛啊！不是这怎么这么磨叽啊？月啊啊！不动手吗？为什么不动手啊？感觉狗头挺肉的呀，能扛一下，直接过来啊！哎，什么情况 ？Q 城被丢，直接闪现上去咬生气了，老战。这样的话也还行，跑不掉。还行，虽然杀了，但是。感觉结果是好的，二十秒前就能杀了。我说实话，他就海南加位两个大招去抓狗头，就抓了也就那样。哎呦，老战给的暴，这暴女压力给的有点大。哇，哎，兄弟，他暴女当杰拉在玩，还要飙，再飙，哇，兄弟压力太大了，压力太大了，受不了了已经。唐生气了，就你喜欢玩暴女，直接锁，但是嘎子跟不上，没闪了呀，死了呀，上波留下的伏笔呀，糟了，没闪的暴女，怎么说？这么一波直接送回去，左边还是要提速，他先锋一打，然后撞一下，哎，老战、被锁上来一下就没了，布隆也跟着一起遭殃，结束了呀，跟着凯南、这位置，这不有点不小心了呀，这凯南电完了，怎么说，开电吧，再挡一下大挡、不挡也行吧，感觉挡了能杀两个，他就开着大挡大就行了，对 对啊，他开大挡大，对、永恩动不了，开大挡大，永恩是大在原地的，然后被电也闪不出来，这个就看他当时的想法了，还行，还能越，这是真结束，结局是好的。啊，这么简单吗？不是，怎么玩着玩着突然微博记记了？怎么这感觉有点怪怪的？脚闪过来躲一下，还有回头打，挨脾气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好痛！两件套最猛的是飞机，这三项魔切应该也没人能赢吧，是太可怕，变态了，甚至太高了，但两件套的飞机亚索其实挺好打的、亚索打飞机是真还不了手的，永恩的话赖拳英雄，亚索是真的很好打的飞机，但主要是好像因为这个英雄就是爆赢啊，不是很好，主要他你就算对线再好打，你没有太大的优势，你也爆赢，是爆赢，那英雄绝对不哎踢后面，但是狗头这么留人，狗头都杀完了呀，后面哎呦伤害好低，哎呦豹女的伤害低到可怕，再电爆开了，兄弟现在右边要扣5000心态钱，这不能一打，好像看起来确实没压力、哇，你来感觉了，怎么着，一个探照直接照出来，四个人在这发昏，马上被凯南电晕，哎，要反手 all in 凯南，机会这不就来了吗，紫卡没闪来了，想逮，逮狗头先推塔，应该是能死了当有了。凯南逮要交大吗？看一下，不需要交大呀。哎呦，嘴银解阳痿往前走没问题，然后飞机毙了 T， 狗头两个 Q 飞机，快死，快没血了，还是真的有点痛的。艾希现在。艾希这英雄烂到好笑啊，艾希主要第一件他们好像没有太适合装备，第一件都是电刀的话艾希伤害太低了，对，这样的话狗头被秒了呀，哎，狗头旁边没人看，不忍呢，哎，比赛版本破败没削，其实还是可以出破败啊，16才削的感觉，
有点都太迷信电刀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紫卡，还行，海南大被逼出来了。这样的话，这波小龙右边可以争啊。海南对，海南没大确实没什么用，永恩没大倒还好。有个伏笔就是你辅助现在没有狂徒啊，你左边辅助有狂徒，右边辅助没狂徒。哎呦，怎么说逮住咯，回去回去还行，有口奶还有盾弓没了。飞机太狂了，你给这飞机在狂轰乱炸，这飞机乱杀、哎、这狗头有点乱杀，没用，兄弟太笨了，被六军很平滑，破败盾弓加武技，哎，一根射到了，哎、但是辅助没压力，我回个绕后了，着了，发展来直接被电死。狗头绕后作用好像大骚狗，大骚狗有队友吗？没队友。嗯，哎，正好把牢赞叫出来一起追，然后赶紧一波，赶紧打下法。移速也不是坏事啊，不能再玩下去就是折磨自己的心态了。不是吧，微博季挺有机会的，我说实话，他们前面局面本来已经很好了，如果下路那波不出事，感觉他们的胜率胜算是很大的。对啊，哥巴自己送，兄弟杨之送，他送昏了。